南来的，北往的，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技巧挑战赛啊！挑战一根筷子夹两颗花生米，挑战成功奖励汽车一辆。都过来看一看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哎，帅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来，美女，你看啊，这是技巧挑战赛。哎，只要你用一根筷子能夹起两颗花生米，哎，然后我就奖励你一辆汽车。看，但是要是挑战失败的话，你就得给我500块钱的参与费。一根筷子夹两颗花生米，挑战成功奖励一辆车。对，你没听错。挑战不成功罚500。对的，就是这样。你要不要挑战一下？先等等。你知道这有个车钥匙，车在哪呢？车就在停车场，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我就把车给你开过来。那行，说话算数啊，我玩一次。哎，要不你还是放弃吧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但是好像没有带脑子的样子，应该夹不起来的。你说谁没带脑子呢？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。带没带脑子能从脸上看出来吗？开玩笑，不要小瞧人。花生米我可没少吃，就这么两颗花生米，我还不信夹不起来了。那你玩吧，夹不起来别说我欺负你啊。哎，你真是年少无知啊。你把眼睛睁大看好了，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，用一根筷子吃是吧？对，挑战失败可要罚500啊。奖励你汽车一辆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这个要交钱吗？当然要，500块钱一次，先交钱。刚刚有个小姑娘啊，玩完没给钱就跑了。老板，我可聪明着呢，你这个题难不倒我。大姐，不要吹牛，这挑战很难打，难倒了好多人。我咋不相信你还能挑战成功呢？看你这样子，也不像高智商的人啊。老板，人不可貌相，吹没吹牛，等会儿你就知道。先说好啊，我要是挑战成功，你就要奖励我一辆车。既然你要给我送钱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能坑一个是一个。给钱吧。给你钱。哎，这个不能扎，只能夹。不能扎。
让我想想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还有这种操作呀？我咋没想到呢？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聪明得很。车钥匙拿来。哎呀，拿来吧。老板，你车在哪呢？就在那头，你看。哎，老板，你玩不起啊。大姐，要不我把你的钱给你退了吧。少废话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警察叔叔忙不忙呀。别，大姐，那车钥匙给你吧。这就对了。哎呦，我的车呀，我的心肝呀，我赔死我了，让人怎么玩啊？哎，送他回家吧。小姨子，磨磨不得的，怎么了？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姐。哎，你不磨磨不得的，怎么了？怎么坐这里一个人也不说话？怎么了？哎，今天我想问我妈要500块钱，她说想要零花钱，除非答对她出的题，这可把我给难坏了。你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问你妈要零花钱？你妈可是语文老师啊，出的题估计很难吧。哎，没事，跟姐夫说，姐夫帮你想一想。姐夫啊，可不是我小瞧你，这道题可难了，我想了好久都没有想出来，我觉得你肯定也猜不出来。到底啥题啊？脑筋急转弯。哎呦妈哟，你早说呀，我最近看了好多脑筋急转弯的书啊，或许我知道答案呢。我妈问我世界上最高的峰是什么峰，你说这问题我咋能知道呢？我又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峰，真是问了个奇葩问题。哎呦，你傻呀，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猜不到吗？哎，不过呢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问我妈要钱去。哎，那你这是免费套我答案呢？才不是呢，
我得去问我妈这答案对不对，对了才能要上钱。那我要上钱了我就给你。这小丫头是不是耍无赖呀？哎，姐夫说的还真对，真是早高峰。我妈也把钱发给我了，可是我又不想给姐夫钱，我还想个主意。哎，有了。怎么样，我说的对吧？快把50块钱给我吧。不对不对，我妈说不对。咋能不对呢？哎，那你妈有没有告诉你正确答案呀？是晚高峰，等待。晚高峰早高峰有啥区别吗？哎，我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啊？一定是被丹丹这个丫头给套路了。臭丫头，你给我回来！